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sumi。 今天这一条片就想记录一下阿女在这一科最后一个 term break 是怎样过，顺便记录一下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些突破。今天我很厉害，我自己揸车上了公路，来了圣奥运啦，耶耶！不知道自豪啲咩，因为爸爸不在身边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做到啦。好怕柴，搞笑嘅。同朋友吃完午餐之后，一起带啲细路去公园度行下，真係好开心。我好耐冇抱过歌姬啦。Purely， 咁究竟叫做 Severus 定 Sirius 啊 ？Sirius， 佢真係你认为佢係喺亚兹卡班度出嚟嘅逃犯 ？Sirius 定係 Severus 啊？睇下读到下，我自己都读错。Severus 啊，咁就 Severus 啦，你都话好啊嘛。Severus 啊嘛，石来卜阿咪，真系喺屋企睇咗两日《哈利波特》，星期二咧就去咗同我仔屋企嘅泳池度玩水，七个小朋友一齐玩咧，真系好开心。冲落去啦！第二日一朝早啦，对于我嚟讲咧就系一个新嘅挑战，就系第一次自己揸车去到咁远，咁啱撞正火车罢工 M25 公路啦，比平时咧塞得更加犀利。呢一日来回咯，差唔多揸咗四个钟头车。睇下可以一个人玩，觉得狼性啊，得我一个啫。耶！撇甩个西啊！我一直都以为呢一架车要另外俾钱先可以搭，原来唔使钱之余咧，仲好近啲长颈鹿噶。不过我自己就觉得都需要少少运仔，佢哋先至会行得咁近嘅。除咗睇动物啦，佢好越野感觉好掟咧，嗰种感觉真系好正。入到嚟呢度停咗好耐，我哋完全冇 idea 发生咩事，然后突然间啲水就涌入架车度啦。再行过 Buffalo 呢一个位咧，发现佢坏咗之后重开，执死鸡唔使排队咧就入到去玩。今次我可以同佢哋一起坐啦，仲可以无限耻笑佢哋。同佢哋一起玩咧，又真系开心过自己一个人坐嘅。昨天回到家得回半条人命，起身就走咗去一方度食咖喱鸡饭。食完就约咗朋友仔一起去公园度玩。原来做紧 fun fair， 而我哋琴日先玩完机动游戏，所以咧就冇排队玩啦。好啦，去啦。去完公园食完饭，就揸车去巴士站去接爸爸翻嚟。你问佢有冇带到个 gift 啊？冇啊，咁你关唔关嘅事？冇做到乜嘢啊？不过冇做到咩啊？我唔使讲啦。Severus， 我要 Oreo 啊 ！Severus， Oreo， Severus， Severus， Oreo， Oreo， Severus 啊！嘿嘿，洛洛，我揾爸爸啊！佢幾開心笑曬。因為出門口之前我哋睇緊 Avengers， 所以呢個細路咧就話要睇完先肯瞓覺。L 做咩啊？我係數爸爸攞幾多嘢翻嚟，搞咗半個鐘，終於同佢帶到條帶啦。但係佢唔識喐啊！哎呀，喂喂，唔好咬啊！好靚仔啊 ，Severus。快乐啊！你要生日礼物嚟噶，好靓啊！好烦啊！仲要送埋个 AirTag 俾你噶，好烦，系都要系都要挂落去个身度，同佢个身一样色。我唔去街啊！我唔去街。得啦得，佢唔喂喂唔好咬住解喂喂，系、哎、啊，佢碌咗喺地下，唔肯去啊！你咧 ，Severus， come on。佢唔肯行啦，因为佢劈嘢死蛇烂闪咁样行啦，佢一定咗唔肯喐，快啲啊嚟啊！嚟啊！佢褪后位啊佢，好似哥哥咁样，佢而家想整入
吃饱之后这个小孩又去公园玩了，玩完就去 Costco 补仓。昨晚在 Costco 的时候收到朋友的邀请，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参加 Tripping the Color， 因为小朋友发烧去不到，所以就多了两张飞。因为这样，阿女就有幸参与这个皇家军队阅兵仪式了。这个活动每一年都会举行，来庆祝国王的官方生日。以今年为例，就有三个星期六都会举行这个阅兵仪式，而票价就由10磅去到30磅都有。由于今次是有两张飞，所以就由爸爸带阿女去看了。看看这个女对着爸爸的样子，真的笑得特别甜的。来到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因为之前答应了他会去 Fun Fair 玩个仓鼠波波，所以我们又去了公园。啊，又玩有 Hamster 波波玩的波都没过啊。Swan 好像挺正的，我出来是不是啊？走去看看咯。因为玩不到仓鼠波波，所以就给他揀个机动游戏玩。本来只是打算玩这些公主传，谁知竟然变成这些刺激传。阿女在没有看过这部机点传的情况之下，就决定玩这个了。完全估不到这一架纸飞机是会将近以90度直角这样冲下来。部机开始转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在想死了。除了它转得很快，阿女还在我旁边不停地叫好害怕和救命，而这个过程是历时三分钟。但真心我觉得我的女儿是很勇敢，可以面对一个未知的情况下就上这部机度玩。你有什么感受啊？很害怕。很害怕啊，刚才你喊什么？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几时完啊？是不是？是啊。很害怕啊，我好晕啊。啊，我都没玩过这种游戏。好害怕，这个是我想的近这几年玩最害怕的这种游戏。是不是？这个害怕这个线多水我害怕啊。那个很高的是 Fall Park， 这个镜子我都觉得这个很恐怖啊，还有转得很快，感觉到很直，好像真的就快飞出来了。对啊，这七磅抵比啊，七磅两个人，三个半一个，好玩啊这个。还有呢，这些呢嘉年华呢，你觉得好像呢有些流流地，好像就快冧那种感觉，真的很恐怖。你看他现在在做呆猪啊，他就是那个，是吗？